一出来发现飘雪花了。跟你班同学送给你的味儿一样不？一样。咋的了，姑娘？我刚领他买那小核桃去了，昨天给咱们拿那个。为啥不高兴？说一下。什么没说话？厉害吗？我知道。我放学接的时候说今天口算你是不是打了一百？他说没用啊。我说我看好像是一百呀，没有，一打开是一百。他小崽骗我。下面的老师今天没考，明天考啊。今天班同学又送给你一颗。你拿回家给奶奶尝。爸爸，我一点都咋的？一共七个快件。没有手了。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哎呀，奶奶给你尝尝，来来。昨天买的那个，同学送的那个。昨天哪买了？昨天是同学送的。嗯。这是今天买的。嗯，那给你尝尝。谢谢。你的手，去。又不要。现在不要。不要饿死你！进屋就开饭，又做了萌萌最爱吃的煎豆腐。哎呀，又撒！萌萌，你姐姐又给你买礼物了，哥姨夫手机又给你网购了。这些也是俏俏给的，让我今天给拿回来。你别那么夸张啊！赶紧洗手吃饭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也是你姐姐给你的奖励，这不今天打一百分了吗？嗯，打一百分了，所以还得努力，是不是？嗯，爸，这哪来的呀？翘翘的，我姐一大早给我，然后给她拿回来的。这都是啊？昨天就给我了，我忘拿了。这咋坏了呢？这个，你永远比别人慢一拍，人家吃完了你刚上桌。我快吃完了。别说话。你知道了吗？不吃酸菜了，真钓鱼。这还是豆腐也吃肉了啊。嗯。我要吃啥呢？吃点豆腐，姑娘，奶奶做豆腐了。有点清淡也行。我爸那天来给送猪头肉了，咱家都没人。对呀、啊。完了，他进屋了，给放冰箱里了。嗯。你看到了？哀家送的。他来告我了。啊。哀家送的，梦琪家，咱家，我姐家。嗯。这一个大猪头确实是啊。分不分吧，一块没了。稀稀巴拉的，整完了，你说分不分吧，没了。哎呀。啊。他说我割耳朵吗？不是。嗯。这个吧。这不还怎么做呀？糊完了以后你还想怎么吗？就这样完了吃呗，就咱这样吃呗。就这样解冻完了直接咱这样吃啊？嗯，化完了。怎么吃啊？放点凉菜。放点凉菜，黄瓜，嗯，黄瓜和豆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恶心？你自己说的，我没觉得。你说出来这一瞬间，我又觉得了。好。